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我们是东城卫。对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终极三国，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人有看过这部戏剧。在终极三国的时候，我们在电视原声带有参与，可是电视原声带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发行的。那这部戏总共拍了三季，蛮长的。然后到第二季、第三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还是有在为这部戏写新的配音乐嘛？对，新的音乐。当然，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拍戏到现在，我们在戏剧里面就是做的那些配乐，其实也累积了我们很多实力。嗯。然后，所以在第二、第三季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就是很希望我们的作品一样可以在里面。对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拿出了《一战之战》跟《天使的距离》。天使的距离。对，那当然，够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有跟佩慈合作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其实本来只要出 EP 的啦，就是三首的 EP， 这三首在戏剧里面，然后我们拿回来重新编成东城卫 style 的曲风之后放进去。但是，其实因为经历了五年，从终极一班到现在大概五年，其实很多歌迷那时候等待很久了。那我们也觉得这些歌其实曝光过，但怎么说他们也不算是一首全新的歌曲了。那其实很多人希望能听到我们更多更多的作品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要求说我们希望可以再摆多一点歌，然后那些歌也很明确的可以点出我们想要做的风格，想要做的音乐，然后就在这样子来来回回之下就变成了六首歌。对对对，就变成一张迷你专辑，因为也超过 EP 了。对对对。